土耳其2月6日凌晨4点17分发生 7.8 级强震，9小时后发生 6.7 级地震，以及多次超过 4.8 级的余震，大量房屋倒塌，死伤众多。为什么今次地震破坏力这么强？有专家表示，地震发生的位置以及建筑耐受度是两大关键。英国地质调查局的地震学家表示，这次地震发生在陆上，威力强大，而美国地质调查所的结构工程师就表示，受影响的地区都是脆弱建筑物的所在地，发生大量的松饼式倒塌，代表建筑物无法吸收震动。